缓解失眠生活保健点滴。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，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，包括压力、焦虑、生活方式等。以下是缓解失眠可能的潜在疗法。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，确保每天都有足够的睡眠时间，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，避免噪音和光线干扰，避免在睡前摄取大量咖啡因和酒精，学习压力管理技巧，如深呼吸、打坐冥想等，参加适度体育运动或者气功打坐练习，但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运动，避免长时间躺在床上难以入睡，可以起来做些轻松的事情。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，除了借助草本、食疗和运动等保健方法，我们还应注重精神层面的根本改善，将古代智慧的养生之道融入到现代现实生活，培养内在的平静和和谐。健康的精神会换来健康的身体，帮我们应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，从而减少焦虑和困扰，在不让跌宕起伏的情绪影响身体，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，活出健康自然美。